主打意式美学的 Kinko Like You， 在外观上走的是接近 Vespa 的流线风格，从大型头灯到后尾灯，有别于现今主流车款的锐利造型。Like You 用圆润的意象塑造出整体外观，除了外形古典，配备上却没有因为复古而牺牲。平坦宽大的椅垫下方藏着不容小觑的置物空间，另外在坐垫前下方还隐藏着后脚踏开关。在轮组方面，非常有趣的是它采用前12后10寸的设定，并非常见的前后相同尺寸。前12寸铝合金轮圈搭配单向双活塞碟刹系统，制动性能相当良好。后避震为三段式预载可调单腔避震，动力来自一具强调低速扭力的 124cc 单气缸空冷引擎，让骑士在市区移动更为轻松。简洁又自成一格的美感，让喜爱欧风的消费者又多了一种选择。我是二毛小编，你喜欢古典与欧风外形的 Like You 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。